记者庄世贤台北报道，两千零十八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于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世贸易馆展开。看好游轮旅游热潮，游轮业者也在旅展期间推出优惠，旅人可把握旅展优惠规划海上游轮之旅。首次参加两千零十八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的公主游轮。 在旅展将首次开卖上市公主号游轮，二零一九年四月到七月台湾航次限定早鸟优惠，最高能省一万元。针对今年暑假适合全家旅游的太阳公主号公主游轮推荐九月的优惠航程，秋冬之际蕴含日式风情的钻石公主号旅人可搭游轮畅游东京、大阪、名古屋、冲绳日本四大名城。 活动现场推出好礼二选一旅展限定优惠，包括每房最高优惠一万元，或指定航次仓等第二人半价。公主游轮吉祥物史丹利熊也将现身旅展现场，民众于史丹利熊拍照打卡上传即可抽限定版御衣史丹利熊玩偶。另外，旅展现场还推出展场成交礼。 在夏季旅展公主游轮摊位下定行程即送三合一精美礼品组。云顶游轮集团旗下的丽星游轮在旅展期间推出宝瓶星号夏季航程买一送一优惠，暑假第三人在免费限十二岁以下孩童。旅展期间每日前五名下定可享免费升级哆啦 A 梦主题客房。另外，自上海出发的处女型号游轮。 消费者出发三十天前预定可享七折优惠，星梦游轮则推出云顶梦号夏季航程折扣最高五折促销价，以及世界梦号九至十一月航次依照房型最高享七折优惠。此外，因应暑期亲子旅游客群多，云顶游轮与哆啦 A 梦、尖叫旅社两大动画合作，为沥青游轮、星梦游轮船队打造主题航次。 为亲子旅客增添海上欢乐玩趣，在旅展现场，帝星游轮区规划有哆啦 A 梦房间供民众拍照，星梦游轮区则规划有尖叫旅社三拍照背板，还有 VR 眼镜体验区可观看船上导览。公主游轮在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将首次开卖盛世公主号游轮，二零一九年四月到七月台湾航次。 公主游轮提供适合全家旅游的太阳公主号游轮。公主游轮推荐九月的优惠航程。公主游轮提供因应暑期亲子旅游客群多，云顶游轮与哆啦 A 梦尖叫旅社两大动画合作，为丽星游轮、星梦游轮船队打造主题航次。云顶游轮提供。